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热处理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各类热处理装备的研发、销售、生产和服务，同时利用自主生产的各类热处理装备，在国内机械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投资布点，提供专业的热处理加工服务。2010年12月30日，丰东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热处理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丰东股份位于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占地200亩，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主要有行政中心、研发中心、制造中心、检测中心、服务中心。丰东股份在全国各地也有10个子公司建成投产。丰东股份是行业内唯一一家产品覆盖了可控气氛炉、真空炉、感应热处理设备和工业炉4大领域的热处理装备制造商，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可控气氛热处理装备市场第一的位置。各类热处理装备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船舶、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等行业，产品还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彻底扭转了过去国内高端热处理装备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丰东股份还先后在上海、南京、青岛、重庆、天津、广州、丰东本部设立了7个热处理加工中心，是国内专业热处理加工连锁布点最多的企业。热处理加工业务与热处理装备业务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提升了丰东股份的整体竞争力。丰东股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国际合作、产学研联合和自主研发3条途径，实现了快速成长。通过与日本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德国 ALD 真空技术有限公司、日本高周波热链株式会社、美国 CEC 工程公司、日本 CCI 株式会社等知名企业组建合资公司，项目许可、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使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丰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研发力量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联合，分别成立了江苏省热处理及表面改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院士工作站、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致力于热处理及表面改性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和人才团队的打造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丰东股份也拥有一批具有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基础的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研发人员超过公司总人员的30%，每年研发投入超过年销售收入的6%以上。目前公司正按照制造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创新思路，保持持续创新和人才梯队的建设。丰东股份凭借技术及研发实力获得多项殊荣，公司是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1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热处理科技创新奖等奖项。设计制造的多款产品被国家工信部推荐为节能减排机电产品。丰东股份将立足技术创新，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保持专业专注的态度，不断进取，保持在国内热处理行业的领导地位。丰东股份已确定企业2020年的发展目标：1、年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2、年利税总额突破10亿元；3、成为国际一流的热处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地方各级政府的关怀指导下，一支年轻务实、锐意进取的经营管理团队，将引领丰东股份为完成既定目标、实现员工幸福、企业发展、社会繁荣而不懈努力。